订阅并追踪 Nine Mike Sport 新球季，请为工程师加油。订阅支持 Like My Sport， 台湾篮球，加油！ Armed.
每一场，这次大师赛每一场的防守策略都一样，是要求我们自己的防守补位轮转。那今天刚好是他们连队嘛，可能也熟悉，然后他们可能也经验比较差，就连队， okay. 所以没有可能练球已经拆开来了，对，默契没有那么好。那刚好战术都被我们洞悉，才我们有好的超节、好的转换快攻这样。球队球员比较年轻嘛，稍微领先多一点，就会比较想要做自己的动作啊，或者是自己的进攻为主，而忘记我们可以有这么大的领先是依靠团队的防守跟进攻，让球流动有更好的机会，更轻松得分的机会。那这就是年轻球员该学的。因为我很常每一年的准备开机都会被问到说伤后复出这样，所以算是蛮有经验的啦。就是每次赛季预备的时候，都尽量把自己的伤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。是，对。然后我也蛮感谢球队会给我很多调整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也告诉自己不要去害怕我的伤的问题，就尽全力打好比赛。因为我们分成两边嘛，对。那我们的主力比较有经验的球员都在英雄联盟，所以我们现在对上的学弟都比较年轻，那他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球迷有 DJ 的声音的状况下打球，所以都有一点太过于兴奋，然后专注度都有一点丧失掉了，然后加上第一次比赛就打十二分钟，对，跟我们以往的比赛不太一样，感觉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适应的有点不太好，那更不用说他们比较没有经验的学弟们。刚刚教练开会也讲说，我们要从防守减少失误，然后我们才会有后续的进攻，好的进攻开始。跟一些职业球队喊话，其实不是我对他们喊话，是我至少有接到四支球队的 GM 的电话。对，就是说希望可以要我们今天的本场比赛的 MVP， 希望可以就有一些球员的交换或者是租借这样。Okay. 对，但是就是在这边再一次呼吁各队的 GM 捧着现金，还有你们的诚意，都可谈。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，打得真好，真刺激，但是偏偏我却不隶属，没办法说名正言顺的为哪一个球队加油。现在我就觉得说，可以重新回到我们老东家，那就是很开心。现在觉得说，任何一个热血的moment， 我都可以为他们全力当下享受的加油，对，全力的心，很兴奋，非常开心。现在的篮球，大家都打得很快，是每一个球队都打得很快，反而有一点变成说大家都会快，但是你如果说要慢下来打半场进攻的话，感觉好像反而变成一种艺术，但它绝对还是篮球场上最重要、决定胜负的一个东西啊。是，对啊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除了快之外，我们的半场进攻的系统可以让球迷感觉到非常过瘾，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整个体系中间可以兼具让球迷喜欢的球风，然后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赢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记得一定要支持 Like Mike Sport， 而且还要订阅哦。当然全新的球星呢，一定要为我们台啤英雄篮球队加油哦。